还在这喂猫呢？拉丁舞课你不去上了？不去。你说你，有时间喂猫没时间？你话真多，还管上我喂猫了？脾气这么臭，小心以后娶不到老婆。起，别跑。结果还是没了。我们组队吧。好啊好啊好啊。男生好少。我去，全是姑娘啊。你也是来泡妞的？怎么可能啊，你能接受自己和一群姑娘扭来扭去的？哎呀，这有什么嘛。真是见识短浅呢。谁说拉丁舞只是扭来扭去了？你难道不是吗？你很无知，但我不怪你。我不介意亲自给你上一课，让你明白什么是拉丁舞。这个大兄弟到底要干嘛呀？哎我去，男人也能扭成这样？我去，这兄弟可以啊。这颗痣，总感觉这个人好像在哪见过。很好，人都到齐了。于云飞，你上来一下。到。这位是我们的助教于云飞，以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向他请教。助教。下课前你们找到各自的搭档组成小组哦。感觉相亲一样，好想和我的男神助教一组。喂兄弟，刚刚我说拉丁。哦，我没放心上。那太好了。兄弟你好眼熟啊。你这搭讪的方式不老套吗？你还挺幽默的啊。我记得背。对了，你叫什么来着？我叫于云飞。管成，你就叫成哥吧。成哥，上来就想占我便宜？哎呀，哪有啊。兄弟刚刚你们不错呀，以后拉丁舞课就靠你了啊。靠我？你确定？确定。那行吧。啊，好了，自由配对结束啦。管成和于云飞一组。什么？我和他一组？走，管成吃饭去。你在干嘛？我在自闭。自闭啊？我听说你们拉丁课妹子很多，十分带劲儿啊。带劲儿？听说你们第一节课就组 CP。组 CP？ 哇，你干嘛一副吃了屎的样子呀？该不会你组搭档奇丑无比吧？丑倒是不丑，只是……来，把手搭在我肩上。可是，怎么害羞了？才没有。话说凭什么你跳男步啊？哦，早说呀，原来你介意这个。其实我也可以女步哦。你这个男的组队。你以为我想啊？喂学长，我找不到社团中心了，你能不能带我去啊？你又迷路了？行，我吃完饭去。哎呦，有情况啊。能，就是这儿了，自个儿找吧。那我找不到。人呢？这里竟然有猫猫。同学你你是来参观舞蹈协会的吧？别站外面呀，快进来。不是我。最近怎么老是遇见他呀？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舞蹈协会的副会长哦。哟，是你啊？是要来加入舞蹈协会吗？怎么可能啊。那你是来看我的咯？我又不知道你在这儿。对了，琪琪你去忙吧，这是我朋友，我带他就行了。好的。那我也不行，既然来了我总得带你体验一下吧。体验啥？拉丁、摩登、古典芭蕾、爵士、民族街舞，甚至钢管、肚皮舞我都会。说吧，你喜欢哪个？这些你全会？毕竟是舞蹈协会的嘛。怎么样，想好了吗？等等。这是你干什么啊？我就是想看你这颗痣是不是真的。我在你眼里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你居然会我只是好奇。好奇什么？好奇人脸上为什么会长痣？不，其实你长得像我认识的一个人。很重要的人吗？也不是特别重要。你好，
你的奶茶好了，谢谢。哎，管成，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你发小啊？不是吧，虽然鼻子上都有痣，但是巧合吧。也是，不过你怎么还能记清他小时候的样子？嗯，我说了你可别告诉别人啊。其实啊，我和他原来是娃娃亲啊。果然被吐槽了。哎，但是小时候的豆豆会把他最喜欢的珍珠奶茶给我喝，好可爱啊。豆豆，嗯，云云飞，谁的名字啊这么可爱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点杯珍珠奶茶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也喜欢珍珠奶茶？啊，为什么要收银？帅哥，这边收银，微信还是支付宝？微信吧。对了，管成，记得多放珍珠哦。他是故意的吧？还是说云云飞就是豆豆？这两个人，你总盯着我干嘛？怎么感觉怪怪的？我只是觉得你眼熟而已。眼熟？不过我看你也挺眼熟的。真的吗？是啊，像我以前养的一只哈士奇。不是，你再好好看看，仔细看看怎么样。你像个憨憨。原来是我想多了。嗯，你的奶茶好了。啊，谢了。喂，你说他就是你说的那个人吗？哦，但他应该不是豆豆。既然不是，就离他远点。啊，总觉得这个人不简单。老板，要加猪条肉。哎，好嘞。你这中午刚发的工资晚上就花完了，图啥呀？图够饭吃呗。你爸还给你打钱吗？打了我没要。你这倔脾气。嗯，不是吧，这大半夜的。哎，这轮子是改装过的，你们要不要报警啊？万一人家合法改装呢？是啊。啊，撸串呢？你谁啊？啊？怎么不认识我了？于云飞，你认识啊？那刚才说的不会被听见了吧？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我们说你骑车炸街可帅了，哎，对不，管成？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那上来坐坐。哎，可以吗？哎，刚谁说要报警来着？我说的是他。我？是啊。你等一下。快吃完了。没事，我等你。那多不好意思啊。还真看不出来。走，带上。就我带啊？只有一个。那还是你带吧。你带。别争了，我带行吗？也可以。那管城的朋友，我们先走了。再见。哦，对了，最近摩托查得比较严，不戴头盔可能会被警察叔叔带走哦。啊？那我还是下车吧。来不及。